帮你拿吧。谢。没事。有纸吗？不用了，谢谢。不用客气。给。坐吧。你是长辈，你坐。那就不客气了。你有病啊？啊，感冒了。感冒了，出门得戴口罩。你这公共场所，这不戴口罩传染给别人不好。没准已经给你传上了。这年头好心没好报。别悲观，好心还是有好报的。没觉得。日子久了就觉得了。是吗？还是当个好人。哎，你哥能吃鸡吗？他不吃我吃。别忘了啊，今儿哎，我唱红脸你唱白脸啊，你哥犟，咱得顺毛逆毛一块葫芦才能葫芦顺溜呢啊。行，你就告诉我中心思想是什么吧。中心思想第一，问清楚了他跟小白到底怎么回事。第二，必须让他跟那个有老公那女的给我断了。嗯，嗯，我哥说他断了，你信啊？干柴烈火的说断就断，见鬼了呢！大仙儿不是给我哥算了一对象吗？对了，我都忘了，忘给你看一眼。你别着急，糊里糊涂，给你看看。哎，就这女孩，好看吗？还行。可以哈，嗯，就是长得偏愣了点儿，还行，嗯，总体可以。哪儿拍的呀？老梁头他们家。哪个老梁？给你兰芝阿姨相亲的那对象。哦，哎呦喂，我差点忘了，我得给他打个电话。哎呦，别说都放你兰芝阿姨鸽子。谁呀？我，你出发了吗？去哪儿啊？约会。哎，你信不信？我现在打个车，我分分钟我上你们家把你们家门板给卸了，你信不信？我怎么招上你了呢？你说啊？梁月季。爸，出去一趟啊。您去哪儿啊？相亲。爸，我刚刚不是相亲去了，小柳没跟您说明白，我那是工作。是我相亲？哎呀，这都是因为你多出来的事儿啊。您好，您是梁先生吗？嗯，是我。
十方包间，这边请。你怎么知道姓梁的？七彩家园会把你们的相片提前给我们。不了解，咱们再谈一谈。我已经了解，咱们再多了解一些，互相争取了解。不是你这固定我点儿啊？请进。你好。你好。哎，坐呀。哎，好。哎呀，你等会儿，不是，我说你每天就这么是折腾来折腾去的，你不嫌麻烦呐？啊？你看你倒来倒去的，最后就倒这么一口，哎，渴了不解渴，啊，看着呢还上火，心火要慢慢消，一口一口的才解渴。我受不了，你这样啊，你给我找一个大玻璃杯，哎，把这个十小杯折到一个杯子去，啊？这里面有大玻璃杯。啊？你这么大茶壶连玻璃杯都没有啊？不可能，你把你经理叫来。去啊。里边请，小心台阶。您请坐。这边是茶单，您可以点一下茶。咱这边有白茶、红茶、绿茶和普洱，你看喜欢喝什么？来壶普洱吧。哎，行，您稍等一下，先坐一会儿。梁先生，不好意思，刘兰芝女士已经出去买了，让您稍等一下。请问是买什么？刘兰芝女士出去买杯子了，让您别着急，她马上回来。刘兰芝啊？是的。还不回来呀？他啊，他说洗个澡就过来，洗秃噜皮了都，给打一电话。是，你打还是我打呀？我给兰芝打，你打。哟，真忙的。刘女士出去了，梁先生在高间里，他出去买杯子了。哎，您稍等一下，刘女士回来了。刘女士，刀总请您接电话。刀总，刀美兰，刀总。喂。哎，兰芝啊，那老梁他到了吗？到了。啊，他没惹你生气吧？没有。我跟你说啊，他要是欺负你，你立马你就跟刚才接电话那小孩说，让他给我打电话，我20分钟就到，听明白了吗？嗯，好。得，
那你们聊吧啊，我挂了。怎么着他？不接。嘿，我去看看去啊。那我先吃了，我一会儿上夜班。啊，吃你的。真对不起啊，我还以为你是这个厂，你也不吱个声呢，这很。路上打碎了一个，要不然早回来了。这你还回来这，哎呀，真是，你这大人不计小人过呀！你搁我，根本就不回来了，还能自己花钱买杯子。谢谢。小口小口的喝，功夫茶。好好。哎，你这挺讲究啊。你哪人呢？祖籍上海。啊，上海啊。我是东北人。我觉得啊，感情这个东西，它不能欺骗，是不是啊？还有呢，我这人呢不会装，所以说话也不招人待见。其实啊，我是让刀美兰给逼来的。就其我本意，我根本就不想什么相亲呐，找老伴过日子。谢谢你的坦诚，你这样说，我就放轻松了。怎么轻松了？哎，服务员，麻烦你给我开一下610房门。客人已经回来了。哦，回来了。哎，我这人呢？平时我火气大，尤其最近我这个女儿背着我得找男人，一说我这火啊！女儿不可以谈恋爱吗？不是不可以谈恋爱，就是我们家现在不是特殊情况吗？我这个女婿啊，刚走2个月。对不起。啊，没事。那你觉得，你女儿该等多久才再谈恋爱呢？她不是时间问题啊，你心里总得有个念想吧。哎，说，我不是反对她谈恋爱，哎，一年轻轻的，你是不是你不能守一辈子寡？但是你不能这么急呀、啊，就是家里养条狗死了，你上级还得一年半载的吧，对不对？你真不会说话。不是，你明白我说的意思吧？明白。哎呀，就不知道啊，这段时间呢，我没地方说，没地方讲去，你们不给我憋的。哎，怪了，你看咱俩今天头一回啊，哎，我就这么嘚啵几句，我就觉得舒服了，痛快了。你不嫌烦吧？不烦。哎，我就琢磨你这个女人这脾气这么好了你，啊？那你咋没老头呢？咋的也走了？你愿意听我讲话吗？我当然愿意，你说。我觉得你这性格不善于与人交流，你跟你的女儿大概也是这样吧。
我再请教一下，就是你像我女儿这种情况，她应该怎么调理呢？我的分析是，她可能有抑郁。抑郁是一种心理疾病，你不妨让她看看心理医生。我这能吃能睡的，用得着看医生吗？梁先生，我看你也需要看看心理医生。我有啥毛病？躁郁症。啊，你要说躁，那我太带的。不是，那就是我女儿如果看了心理医生，你说她能消停？起码有个出口啊，把心里的事说出来理顺了。要不然她跟谁去说啊？跟你呀、啊。这趟啊，值了。人生苦短，去日无多。天儿，别睡了，起来吧哈！妈把饭都做好了。起来，待会儿凉了，听见没？你这现在睡这么沉，你晚上那觉怎么办呢？啊，来，起来，快！啊，儿子，快点，听见没有？啊，天儿，来人呐！救命啊！妈，妈，怎么了妈？对不起，让一下，让一下。妈，妈，哎呦，哎呦，让我下来，啊，妈，儿子下来，哎呦，哎呦，这一百多斤，是吗？哎呦，我一百多斤，没事啊。哎，吓死我了。您让我缓缓。我也得缓缓。哎呦，我以为你死过去了呢！哎呀，跑到走廊喊人，我这血压直冲脑门儿。哎呦，哎呀，哎呀妈呀！哎呀，正做梦呢我。哎呀，你梦见什么了？啊？拉我棍儿，逛街。哎。血压下来了吗？哎呦，下来了。哎，过来，再让妈听听心跳。来，向毛主席保证，刚才一点动静没有。睡死过去了。什么睡死？谁睡觉没心跳啊？你那是真死过去了。我那累，躺床上没吃药。哎，那女的真叫梁小花。啊？怎么认识的？刚认识的？大街上碰上了，总共见了没三回，不对，四回了。那个了吗？哪个？没有。人怎么样？挺好啊。挺好是多好啊。好了，我做梦梦。人家有老公。知道吗？以后不见了，就当没碰着我。就这？那怎么着？反正我不会再去找他了。梁小慧有老公这事儿，跟你和小白离婚这事儿，哪个让你心里更难受？
目了。那个呢？哪个？美国那个。散了。梁小慧真是刚认识。啊？像是上辈子认识。这孩子打小多混呢，怎么突然之间就变情种了？这我有潜力没？哼！哎哎，怎么着？散了？啊？那你送送他没有啊？你是一男子汉，你这跟人女的第一回见面，你得有礼貌啊！也不顺路送啥呀？人怎么样？觉得？这事办的吧，说明你这个单位还行啊！啊，哎，回头我把那个岔路的消费给你送去啊！服务费归服务费，消费归消费，我不能让你吃亏啊！你送回来我就收。你说重点，重点就是你选了个地方，那个茶有点偏贵呀。你对刘兰芝到底什么印象？挺好的。挺好是多好啊？就挺好呗。嗯，打个比方。不是，刚开始吧，哎，听他说话有点费劲，你知道？哎，后来你看他慢声慢语的吧。哎，整得我心情还挺舒畅啊！哎，这家像活菩萨似的。哎，我跟你说了，车来了，啊，车来了。嘿，他挂了。哎，明天让豆豆赶紧给你安排检查啊，越快越好。现在回去吃药去。啊，行。哎呀妈呀！哎呀，嗯。饭菜在502热着呢，你赶紧拿上药回家吃饭。我找刘兰芝。您对您这工作真是热心啊！这，我告诉你啊，今儿这事儿没完。什么事儿啊？什么事儿？本来就得跟我说清楚了，你跟小白到底怎么回事？回来就跟您说了。你猜我信吗？我是您儿子。一面之词。你都离了，您要不嫌闹心，您就问。赶紧的啊，回来吃饭啊！哎，哎呦，回来了，怎么样啊？啊，满意吗？嗯，是满意是不满意呀？满意。啊，嘿，哎，就他那么个粗人，你居然还满意？他心地善良，很单纯。我的妈老爷、天老爷、基督耶稣、阿弥陀佛，好家伙！哎，哎，刚才他给我来电话，电话里跟我说你就是女菩萨，最高评价。跟我说说你们怎么聊的都，啊？无论如何，心里面的痛苦还是存在的。啊，如果跟亲人之间没有办法充分的沟通排解，可能会找另外的方式排解，起码有个出口，把心里面的话说出来理顺，要不然能跟谁说呢？啊，那个谁跟谁说的？你问的啊，跟梁先生是怎么聊的啊？你就是这么跟他聊的。嗯哼，嗯哼。
昨天你真相亲去了？就是找人掏的心窝子。什么心里话呀？不跟我说。哎，你把那个贾果电话你给我呗。干嘛呀？昨天啊，有几回话我说重点，我寻思跟他解释解释。等会儿路上发给您吧。嗯。哎，你有的时候感觉郁闷不？你要是不跟踪我，我就不郁闷。我说真的，你啊，我看他应该啊找个人呢掏掏心窝子，这样啊能排解一下。你没事吧，爸？我啊，我好着呢。嗯，走了。徐大夫是给黄主任的吗？我都闻着香了。还用问吗？你什么东西呀？我猜他干嘛？别打开，他洒了。哎，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啊？这送饭是咱们院的优良传统。嗯。哎，你什么时候给我送一回饭呀？每次你徐大夫什么时候吃你和黄主任的喜糖呀？就是什么时候吃吧。别闹啊，没影的事儿。嗯。我跟你说啊，这什么，这事得抓紧，急着的事儿。哎哎，就你闹得欢，该干嘛干嘛去吧，上的班呢。你干嘛去？我。行啊，黄主任。在你们科室挺威风啊，也就你能收拾我，知道吗？这什么呀？贪吃蛇。我说这什么呀？自己打开看看不就知道了。嗯，哟，呵，还挺像。哎，行吧，我妈给你煲的老母鸡汤，补气的。补气。嗯，老母鸡汤补气，鲜鱼汤下奶，老话说的。嗯，感动啊，想哭啊。母鸡汤还催泪。老大，你说你到底什么意思啊？啊，你这深一脚浅一脚的，把我都整糊涂了。你还会糊涂吗？白卦呀，白卦全明白了。我还真不瞒你说，每逢初一时我必摆一卦，而且卦象上一模一样。哦，咱俩命中注定有姻缘，知道吗？行了吧，三年前就说近在眼前。没错啊，现在越来越近了，什么死了？死了。我走了。嗯。你等会儿，干嘛呀？怎么回事？什么怎么回事？心理科那老黄怎么回事啊？哦，小黄。啊？别把谁都往老了叫行不行？其实你最老。好好，小黄。怎么回事？小黄啊，嗯，挺好，打算认真的交往一下。你什么意思啊？嗯？那你今天给我送这鸡汤，你什么意思？你干嘛呀？补气呀，催泪。哟，徐大夫走了啊，我下班了，再见。哎，主任，这个中午微波炉给我转一下，第一台手术下来以后给我啊。这是什么呀？豆老熬的鸡汤。
这么幸福啊？本来不想吃，非说补气。你没走啊？这几天安排我哥做心脏复查，我看看时间，尽量吧。尽量。我说我看看时间，尽快了。在你楼下呢，有重要事儿，啊！不贷款？什么英语家教？我还没结婚呢，你问没问清楚啊？你说，现在这帮中介都怎么了？啊，也不打听清楚，神经病！喂，哪儿呢？没看着啊？往右拐了。啊，30步。哎呀，你别闹了，你在哪儿呢？干嘛呀？搞得跟谍战似的。往前走吧，走吧。我看着你了都。什么情况？在门口说不行啊，非得在这边边角角的地方，风多大、啊？怕小慧从楼上看见，这不死角吗？过来，上这边，这边来，这边来，这边。哪儿死角了？那不开着呢吗？这么离的，行了吗？我就问你一句话啊。你问。你是向着小慧儿，还是向着我？当然是向着慧儿姐了。哎，这就对了。那行，那我先走了。正事还没说呢，你走。你不就问一句话吗？一句话，我跑这么老远呢？第二句啊。嗯。你真要是小慧的死党，你无论如何劝她去看心理医生。我告诉你啊，你了不了解这个抑郁症？不了解。那我告诉你啊，抑郁症就是一个人心里的东西，他憋着，他出不来。哎，我呀、是查了又查，哎，他表现形式多种多样。你看，就是好好一个人从20层砰砰就下来了，可不可怕？太危险了。哎，但是心理医生就能解决这个事儿。哎，平时你看小慧，她不跟咱们说的话，人家大夫有办法。几句话就能把他心里的东西给掏出来，要不大夫挣谁钱去？嗯，有道理。所以啊，这心病啊，比别的病都要命，你知道吗？老梁，我觉得这事儿你考虑的挺周到的，挺对的。自己的亲生姑娘，你说别人想不到的事我得想到，别人做不到的事我得做到。行，那我帮你跟他说说吧，啊？你怎么说呀？关键是，他现在不认为自己有病了。他要知道是咱俩让他去的，他能去吗？他烦着了。你策略他，知不知道？这你自己掌握。好。另外，你就还有事吗？来之前呢，我就想是不是送你点啥，但是我想来想去，我是还是钱实惠，所以呢，你呢也不用不好意思，长辈呢送给晚辈钱也是应该的，是不是啊？嗯。另外，你上次我有几句话重了点，算是道歉，原谅我啊。拿着，多
多少钱啊？600，溜溜顺吧。哎，这边还有一个呢。哎，这是有零有整，人家是，不是你的。这比这个厚。厚，我给都给你换成一块的，那塞不下呢，还拿。抠门，第一回包也不包多点，下次把这个给我啊。你这个孩子，你这你。我要上班了，拜拜。我什么时候能嫁给你啊？啊，什么时候？问你这个黄毛大菠萝，哼，到现在你还没离婚。为什么叫我大菠萝？哼，你说呢？你说呢 ？I don't understand. You understand? Go, let's go, go. 你走，回去。什么时候离了婚，什么时候再来找我。Go, go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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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. Can't live without you. 可是我们在一起算是重婚，重婚。It doesn't matter. I love only you.想听实话吗 ？Yes, God, that's exactly what I want. OK. 实话告诉你吧，我压根就没想跟你怎么着，没想到现在闹成这个地步，到头来了，你还没离婚。My father is going to change his mind any day now. 这事儿还得跟你爸说吗？Our family has rules. 我后悔了。Can I say something here? Bye.You know, you and Mr. Xu aren't divorced either, so it's a fair arrangement. 你这个白眼狼！ I'm just saying that in in America you're divorced, but in China you're still technically a married couple. 你出去，我不想看见你。Okay. 你出去。you